佛家讲的解行宝二，解在行中，行在解中，这是真智慧啊。能说不能行，那不是真智慧啊，那他真的没懂啊。没懂他为什么能说呢？那说的不好听的讲，道听途说，他是听人家这么讲，那是儒家所讲的记问之学，不足以为人师也。他听得很多，他读得很多，他记得很多，全是别人的，不是自己心性里流出来的。我们一般讲是不是你悟出来的，是你在外面学来的，所以你做不到。真正悟得的呢，那就做到。你要不做到啊，你就不会开悟。你真正悟得的是，可见的是你已经切入境界了。解行相应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而且解与行是相辅相成的。多解一分，必定那个行门呢，行持境界往上提升一层。这一提升呢，那个解又增上一层，两个互相提升，永无止境啊，一直到圆满菩提啊。解帮助行，行帮助解。行是什么呢？生活。解就是思想见解，在生活当中体验，你这个解的就更深更远更广。那么你在生活当中这个体验的呢，也是越深越广越远。解与行都可以增上深广远。行满，你的行呢圆满。什么叫圆满？全放下了，见思烦恼全放下了，小果圆满了。小果是阿罗汉，脱离六道轮回了，这是个果报。大的果报要脱离十法界，也就是摆脱阿赖耶这个妄心。这个妄心的根源是起心动念，就是一念不求。不起心不动念，在哪里修啊？在生活当中修啊。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，睁开眼睛见色，学不起心不动念。听到一切声音，不起心不动念。常常想着，佛在经上告诉我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六根六尘没有一样是真的。能见能闻六根，所见所闻色声香味，统统是假的，不要执着。一切随缘，你才能成佛。念佛法门呢，立刻就得佛力加持，这个很不可思议。不单是得本师释迦牟尼佛加持、阿弥陀佛加持，同时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加持。你只要真心念，只要如法的念，经上讲这些道理方法，如理如法的念，你立刻就得诸佛如来的加持，成行门当中最殊胜的修行。所以凭自己的这个能力，你要断烦恼，不要说别的，是非人我、五欲六尘、财色名食睡，你能断得了吗？这个断不仅是四，四上没用处啊。境界现前，绝对不会起心动念，那才叫真断。断烦恼是比喻，不是真断。转烦恼为菩提，是这个意思。你要把它转变，转变从哪里转？从心上转。心是浮动，心是急躁的，心里头有妄想杂念，这个心生烦恼。心是清净的，心是平等的，这个心就生智慧。全在此地，功夫如何让心定下来，让心静下来，这叫功夫。最好的修学方法
我闻恰似饮甘露啊，不但听到人家诽谤啊，不生气，而且欢喜。甘露是清凉自在啊，听了之后啊，心境清凉。为什么呢？正是如此，才能够测验自己的境界。如果没有这些孽缘现在我们的眼前，怎么能见到自己的功夫呢？所以修行就是在顺孽境界上修，孽境上不起嗔恚，顺境上不起贪欲，这就是功夫，这就是成就。所以能把一切境界消融归在一真的境界里，消融在一心之中。见性之人啊，素闻孽顺之言，心得自在，不为境界所转，即如不思议解脱妙门。所以遇到逆境无缘，我们修行人要知道，这就是我们接受考验的时候，我们所修的功夫能不能通过，在顺境善缘里头有没有贪念，如果有贪念堕落了，这关没通过啊。在逆境无缘有没有嗔恚心，没有嗔恚心你提升了，有嗔恚心你就堕落了。所以这是个大关口，是生是堕，就在那一念之间。这一念觉悟明了，就大幅度向上提升。应当把我们这一生交给阿弥陀佛。这个事情呢，是我初学佛的时候，老师张家大师教给我。老师跟我特别有缘分，告诉我，真正把身心奉献出来，为正法救助，弘法利生，就你的一生，佛菩萨会照顾。哎，我听这句话很中听的，那佛菩萨照顾我就不要管了，对自己什么事情都不闻不问了，佛菩萨照顾，顺境佛菩萨照顾的，逆境也是佛菩萨照顾。我知道逆境在考考我，看我能不能受得了。顺逆境界，长时间的考试啊，就参加这个考试。考试，每一个境界现前的时候，特别是大的挫折，都会大幅度向上提升。通过了，及格了，我把这个传授给大家，把我们的一生交给佛菩萨。我只念佛菩萨，其他的都不念，其他的佛菩萨照顾，佛菩萨替我想着，这个得大自在呀。我这一生生活得很快乐啊，都从佛法上学来的，回谤我的人常常有啊，侮辱常常有啊，陷害也常常有啊，我都很快乐，我都很感恩，每一天诵经念佛都给他们回向，凡是找麻烦的人我都给他立一个长生牌位，这是化解冲突，所以绝不是消灭冲突，绝对不能存有报复的念头，我们心开一切啊，非常快乐啊。你找我麻烦，这里不能住，那边有人欢迎我去住啊。这是老子所讲的上善若水啊，你这条障碍我从旁边流了，我不跟你发生对抗，这个路越走越广，越走越殊胜，才知道这是真正得到佛菩萨圣贤教诲指导我们，我们的生活才能过得这么圆满。